好，全球现场，银秀还要等来关心的是，根据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喽，大陆最近将300万剂的科兴疫苗捐赠给北韩，不过北韩 say no 拒绝了。好，因为呢，他们同时还说这些疫苗应该要送给疫情更影响更严重的国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 COVAX 发送疫苗给北韩，但北韩卫生部门表示说，因为全球疫苗供应有限，其他国家确诊病例激增，所以婉拒了这一批的科兴疫苗。不过除了科兴，其北韩也拒绝接受其他种类疫苗的捐赠，原因是因为北韩担心疫苗会有副作用，他们在今年7月时也拒绝接受一批 AZ 疫苗。还要来更新了，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昨天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重点聚焦在教廷跟大陆之间的协议。好，教宗为反中协议来辩护，表示说不容易的对话总好过毫无对话。而对于呢身体的状况，他也说尽管经历了大肠炎手术，但从来没有想过要辞职。No es fácil, pero yo estoy convencido que no se debe renunciar al diálogo. Te pueden engañar en el diálogo, puedes equivocarte, todo eso, pero es el camino.教廷在去年九月把2018年跟北京签约的这个范中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延期2年。协议中规定，教宗对于大陆主教人选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建立双方正式的对话。不过，包含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内的很多批评者都试图说服教廷放弃这项协议，表示呢这有损教宗的道德权威。但是呢，教宗表示目前大陆至少做到双方对话。对于身体问题打算辞职的传言，教宗受访时说，不知道传言从何而来，也表示从来没有过辞职想法。